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们的《Miller 希望》。那今天的话，我想测试一个东西，就是看到在塔拔四海了吗？对，看到钥匙数量嘛，还有桌上的体力，没有撤，不要快速扫荡。然后这个东西的话，就是你在每次的赛季任务都有兑换奖励这边，魔兽世界一定要换，这是必换的东西。还有双倍剑卡，对，所以说我们先吃双倍剑卡，来试试看能不能冲上去。那应该要等，对，双倍经验哦。冲耶！反正就尽量去刷那个等级，看能够刷几等。没有，我是想试验看看，我这样可不可以刷高等一点。没有，总共可以刷100次，看我会刷这100次可以刷到几等。好了，那我已经整个整理完了。对，我只升到从八级啊，一等嘛。然后从82升到95，总共升了7等。它的效益并没有很高，可是一个重点就是，因为我是懒人，没错。因为我就是懒人，所以我就把钥匙跟体力这样存起来，之后一次爆发弄完之后，整理完之后，装备他那时候开一大堆的装备，之后你整理完之后，你会发现你的钱还有素材多了不少，这算是一个好处。但是重点就是，对，我要教你们一些东西，就是讨伐赛这个东西其实还好，没有什么问题，但他能够拿的东西就是钱，然后就是装备，还有。上次总部的这个地图，对，它装备都最多最高只能拿到橙色的，对，就是这种衣服，然后开出来的品质都是随机的，所以说前面用它来撑场面的时候 OK 好用。再重点就是它的丧尸总部才是重点，因为它会拿到这个剑影装置之类的东西，对，拿到装置是额外的一个技能，像是这边就有一个。医疗些碎片那些，然后他们伤害其实我觉得都固定爬树了，那 OK 没问题。它种类，对，我用锯片，因为锯片是一个持续伤害，然后它的陷阱就是会你拉一坨过来之后用陷阱全部困在一起，然后之后用锯慢慢锯。锯片我是个人是觉得比较普普，因为这种是陷阱装置，它是整坨怪可以一次性的搞定。那原本是我用炮塔。但炮的话，其实效益不高，因为它范围不高，就是它只是砰砰砰砰砰这样打。哦，我用锯片跟那个陷阱的话，就可以一次把东西全部聚在一起，然后扫光。但你为什么要打讨伐丧尸呢？因为重点就是丧尸总部这边，对，会给你额外技能嘛，就是这个东西。这个东西升级的话，你需要你提升你丧尸总部的等级，才可以做提升。就是为什么集一大堆钥匙。我可以不急啊，我觉得没有意义啊，其实这种没有意义。但是发现事情，它是非常必要的一件事情，因为你会发现。